香港一连举办七场演唱会，总共吸引14万名歌迷到场，而他也特别趁着演出空档飞往厦门走走看看，也在9日就被网友捕捉到与好友刘畊宏现身街头的画面。只见网友晒出了影片中有一群人聚集码头，而刘畊宏在正前方带动跳，教大家跳本草纲目瘦身操，有许多民众跟着一起跳，一旁还有多台摄影机似乎正在拍摄节目。而身为原唱的周董虽然没有跟着登上舞台，但是听到自己的歌还是忍不住在舞台侧边跟着大家一起跳起来。画面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笑说歌的动作很标准，周董实在太可爱啦。Bye.